你知道不知道今天不是周末？知道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太适合工作。喂，副总，咱们那边合同现在怎么样了？ 走流程了，公司层层审批，需要点时间啊。这个我很理解，就是我们公司这边比较着急，麻烦您催一下那边。会的，放心吧。你们和小马总也很熟悉，这个业务就是马总交给小马总负责锻炼的。如果小马总他同意了，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；他要是不同意，那就没戏。你们有直接的关系，放心吧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副总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，拜拜。 哎妈，您看一下，看看爸之前那个股票账户能不能用了。干嘛呀？之前都亏了2000了，你爸都快晕厥了。行了，别弄那玩意儿。哎，我跟您说一只，有消息的，我今天早上买的，现在涨了9%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谁的消息呀？哎呦，您就听我的吧，没问题。说是这个月最多能涨5%，您赶紧进。一会儿把股票号发你啊。哎。 大宝，找爸爸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个号。小伟啊，哎，哪只啊？我儿子也买这个，有啥消息你也跟我说说呗。你看，嘿嘿，这只，这一天，哎呦呦，这一天赚了1800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买少了。小西，女人胆小。真的能涨这么多啊？ 老公，干活呢？买什么好东西了？好啥呀？这莫林我已经找到他的弱点了，自卑又寂寞，就想在我这儿寻找价值感。我发现他们这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小媳妇儿都是毛病。拉着你逛街了？何止逛街啊！拉我上他们家去了，一天之内啊，让我跟他成为朋友。我觉得啊。 我这事儿有点靠谱了，我瞅瞅买的什么好东西。哎，别动，要退的。怎么还退呢？一个孕妇洗发水2000多，我有病啊！洗了孩子能长头发怎么着？明儿我就退了去。哦，这么贵？嗯。老侯给的。 速度还挺快，看来你的才华很被赏识啊！我刚看了，得大改，但是跟我之前那个短片气质挺像的，所以他才找我们。那你怎么想啊？先改改看吧，还没想好呢。今天的节目上了好几个热搜，热度上去了。嗯。 可笑不可笑吧？事情要死要活的磕头头，人来了反而拉黑了节目。那个冯文艺又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不会演戏的女演员，哼！我天哪，气死我了！我真想全给他剪了，但我留了点儿，结果他火了，没天理。那本来就是这样，综艺节目就是茶余饭后用来轻松的，弄太专业了，观众是看不懂呀。 老婆房的设计图我刚弄好了，领导审阅一下吧。先抱抱。
现在我俩这负能量有点超标了，不可以哦。我没事儿。得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。嗯，自尊心又强，又有自己做事的原则，没事的啊。总有一天，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俩的规划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，好不好？嗯。 老公，哎，你答应我一事儿呗。你先说事儿吧。你先答应我。不是这么坏事。哦，我答应你说。就是，莫玲啊，想找一个人帮她拍一下这个孕期纪录片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呀，她不就知道你是大导演吗？所以。不行啊！你答应我了。 你让我给梅老板的小媳妇儿拍纪录片，过分了。那不是梅老板，那是院线老板。你以后拍电影了，要跟他人合作的。那他就应该找自己的电影导演去拍。哦，那以他的家庭地位，那他应该还是不敢跟他老公提这种非分的要求。那你就给自己老公提什么非分的要求？嗯，就找来小弟嘛。你就说是你团队的，人都说了，钱不少给。公司内部人知道了，这事没法弄。 老公，啊，行，我问问老侯那儿有没有实习生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！怎么就拉倒了？我现在在你心里已经没有魅力，没有吸引力了吗？那怎么会呢？怎么没有啊？ 那有什么魅力啊？嗯，展开说，详细说。说呀。嗯，挺励志的。陆总走。陆总走。走。 凯文，哎，还没来。没呢，陆总，我昨天问过行政了，也没请假。到哪儿了？灯光准备好了啊，各部门安静，开机，3、2、1。 开始。 闭上，哎，慢慢的睁开，慢慢苏醒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 宝宝，我们该起床了。每天早上醒来，都要喝一杯牛奶，这样我的宝贝就能快快长大了。
这，你撒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来擦一下，先擦一下。不行了吧？擦擦擦擦嘴。没事儿，能剪的啊，不担心。是不是不好了呀？再给我一点。这可以吗？可以剪。啊，回放一下。行不行啊？可以的，来看一下。 这不行吧？我这脸怎么那么大呀？哎，你看我脸是不是肿了呀？不肿呀，挺好看的呀。好看吗？真好看，一点也不肿。这还没有手机自拍好看呢。不还有我这个腿？哎，咱能不能把这个腿再拍长一点，找个角度。自拍都太美，效果咱这用的高清摄像机，效果不一样。你这怎么说话呢？ 不是，这拍完了以后吧，后期都是可以调色、可以修图的。你想要什么效果都可以，你放心吧，肯定剪出来美美的。相信我，行吧，信你。来来来，喝口水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哎，你别说啊，刚刚我觉得这演技真的太好了，不当演员可惜了。谁骗你啊？我骗你啊，还能。 那个摄影老师，来说一下下一个镜头。咱们拍一个您从沙发慢慢往前走，然后拍一个您行走的状态。行，你先补个妆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很好很好，微笑，对，优雅的慢慢的往前走，很好。哎，眺望远方，哎，感受微风的吹拂，感受春天。 没事，没事，继续。哎，这个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，感受春天的美好。风呢？怎么没风了？你给我。哎，继续走，哎，很好，走。哎，很好。 优雅，漂亮，哎，摄影师给个特写，转个圈儿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怎么回来呢？我以为你晚上的航班呢。 一时有事儿就提前回来了。有朋友啊？这是我瑜伽班的朋友。对，这是我老公。马总你好啊。你好。马总好。马总好。你们好。他们来家里玩儿，跟叔叔给我拍套片儿。马总，我们是那个。哎，贝贝。嘿。要不然，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。 你们先走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好呀，嗯。老公，我都想你了。我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呢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没呢。这不当演员是可惜了。辛苦了啊！我怎么感觉这钱挣的有点屈辱啊？哎，不错了，我还给死人化过妆呢。 说起来，这也是我花花身价最高的人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钱是什么？不是马太太说话怎么突然就变味儿了呢？不对，人家最后一个音儿挑上去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哎，这意思对了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太好了，那明天见呀。好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 薇姐，这是安总谈的一个二线城市广场大屏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要是能谈下来，也能作为拿下珠宝品牌的一个附加条件。行，我看看。哎，之前那个母婴 APP， 跟你对接那负责人，你回头推我一下。姐，你要什么交代我，我去做就好了。不用。
有点别的事找他，我自己联系就行了。好。哎，你把白慧也叫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好的。白慧，薇姐，你去她办公室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啊，小琪。不客气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滋味？哎，薇姐跟你说什么了？哦，要那个母婴 APP 的联系人。行，准备吧，马上就可以和我一样准备二胎了。其实做个闲人也不错。我才不呢。你说是以前吧，一有事儿，薇姐肯定先让你去。现在要了资源就叫白慧，有点太明显了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是说别的事儿啊？你不是孕傻，你是真傻呀。昨天人家让你交出珠宝品牌的对接资料啊，现在又让你要母婴 APP， 这就是给你试兵权呢。反正最近也没开新的项目，干多干少旱涝保收都一样，就当是给我减负了。哟，真想这么开啊？没有。那你得把薇姐的爱夺回来。怎么夺？这个。和卷王竞争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比他更卷，卷死他。我昨儿约了我那同学一起吃饭，他跟我说了一些关于盛海的八卦。不知道对咱们这个项目有没有帮助？说来听听。这马总啊，一共结过四次婚，但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这个小马总。这小马总呢，是马总跟第一任夫人生的。以前啊，这马总特别宠这小马总，但这小马总呢，越大就越叛逆。这富二代嘛，天天吃喝玩乐、追网红啥的，他爸就觉得他不务正业，就只让他负责一些比较边缘的生意，就比如这块院线大屏。哎呦，那要么说盛海家大业大呢，这一边缘生意都够咱部门吃一年了。是啊，这小马总呢对他爹也有意见，主要也是因为三年前这马总又娶了第四任太太，听说这第四任太太呢是从助理上位的，比这小马总也大不了多少，特别有心计，好像还不太好相处。何止不太好相处啊，那是太不好相处了。但这第四任太太现在怀孕了，这不明摆着就是要跟小马总争家产吗？这马总都60岁了，老来得子，对着第四任太太啊宠得不得了，要啥给啥。这小马总啊也是特别不爽，跟这太太的关系也是特别的僵硬。那完了，完了呀！我用力用错方向了。我现在跟这四太太在一个瑜伽班，我本来还希望能够跟她搞好关系，让她帮我们说说话，拿到这生意呢。完了。那这么看来，确实没戏了。这马总的家庭关系啊，太复杂了。怎么跟宅斗似的呀？用后妈攻略儿子是不太容易。要是这太太自己能说了算就好了。你这倒提醒我了啊！如果四太太能自己说了算，就可以帮我们拿到盛海大屏的生意了呀。我得想想招，激励激励他。那姚总，您加油。是得加油，只要再激励不了，我也就算了。那行了，没事，你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喂，安心。喂，有事啊？麦克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？没有啊。
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就是今天跟昨天都没来上班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。哦，没事，这样我一会儿再跟他联系联系吧。嗯，我也问问他，这两天跟徐总也没有聊他的事，是不是两个人又吵架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先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啊。在哪儿呢？家。今天不是周末。你怎么喜欢学别人说话呢？我学谁了？没学谁，我知道不是周末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公司上班？没有为什么。你现在方便吗？出来说。行，等着吧，我把位置发你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哎。是啊，而且好久都没有出来这么放松了，这也都是托了麦克的福。最近挺忙的吧？我还行，因为公司的团队都被你带的各显神通，我只是服务而已。会讲话。点什么呀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我就是过来看看我的员工身体抱恙到什么程度。还活着呢。满意吗？怎么了？又不能好好说话了？你今天为什么没去上班？没劲呗。哪个神经大错了，有情没情的，好好说话啊！阿信，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？我人生遇到了点困难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说出来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什么的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是谈恋爱呢，还是利益联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谈恋爱。还是利益联盟。谈恋爱又怎么样？利益联盟又怎么样？祝你们百年好合呗。开始有点理解徐总了。你说麦克这个孩子情绪确实是不稳定，这反反复复的消耗别人的耐心。这个也不能怪他，我刚离婚那会儿也是非常担心小迪。哦，忘了说了，我儿子叫小迪啊。很担心会给他造成什么样的心理阴影，所以当时我就看了大量的心理学的书。我能理解的，就是希望他能慢慢学会就事论事。也许他就是在就事论事呢。你给了他很强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，所以
所以我约他，他不出来。你叫他呢，他就听你的。又或许是他把你当做目前最信任的人，但你不完完全全属于他，你是自由的，他就会感觉到焦虑和躁动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和关怀。原本以为自己得逞，但是又看到我在，所以不高兴，是吃醋了。我先走了啊，好，来，明天见。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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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哎呦，这一点点，坐的我都快腰间盘突出了。小希，下班了，走吧。啊，你先走吧，我把这汇总表弄完。这要卷起来，没有人看见。走吧。不是，这不是今日事今日毕吗？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明天见啊。好。小程，走不走？上你的。走走走，我走我走。那你快点。走吧，西姐。好，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拜拜。你等等我，姐姐。快点。哎，你这拖拉链没拉上。拉上。嗯。还没下班啊？梅姐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嗯，是有点事想跟姐聊聊啊，不耽误你吧？最好说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姐，你是不是最近对我不太满意啊？嗯，没有啊，怎么这么问？我从进公司就是姐一手带起来的，我也很感谢魏姐对我的培养。就是我感觉最近姐跟我不亲了，我什么工作也不爱找我了。你想太多了吧？之前公司业务不都是你在负责吗？啊，现在也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啊，节目的事儿已经上正轨了，珠宝品牌这边我还在攻呢，什么时候攻下来也不知道。但要真攻下来啊，有的你忙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之前为了你们家大宝，家里都是事儿，现在有时间陪陪家里人还不乐意了？啊，对，不是姐，我就是担心姐对我什么不满意的。要是没有就没事儿，当然没有了，别多想。好嘞，那下班吧，走。好的，拜拜姐。回来了，媳妇儿。啊。哎，媳妇儿。你猜我今天一天赚了多少？多少啊？就你那一个包的包链儿，已经赚出来了。那也得看看是啥包的链儿啊。就你经常看那个。行，我看好你，就等着你给我买包了。但是我喜欢那款是限量的，你不一定买得到。瞧不起谁呢？你等着，廖希，你等着吧。哎呀，我怎么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大宝宝呀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基因啊。讨厌。来，让妈闻臭脚丫。哎，你这脚丫子怎么跟你爸一个味儿啊？真臭，真臭。我闻闻。真臭。是有点像。这在公司上班啊，不光身体累，这心啊更累。来喽，累死我了。看给我媳妇儿累了，赶紧吃饭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我这累得一点都不想动。辛苦我媳妇儿了，啊，慢点慢点啊，慢点慢点儿，慢点啊，慢点儿。媳妇儿，看今天的菜行吧？那个换了个西兰花，还有这个黄瓜炒鸡蛋。挺好的。哎，老公，嗯，我这脚肿的感觉鞋都快穿不上了。我看看，
真是。等周末吧，周末我给你去抽时间，咱买双大点的鞋去，好不好？爸不是说是个闲差吗？怎么累成这样？别提了，我们公司啊人少活多，一个人当两个人用。太过分了，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。到时候是转正了，是可以回来躺着，那孩子没了有什么用？行了，你别按了，按的也不好。这不是没有经验吗？等我学习学习啊。媳妇儿，他们说什么时候能转正呢？合同上写的是一个月啊，快了。不过啊，我真的感觉我快熬不过这两天了。我最近浑身肿得难受，而且这孕吐啊越来越厉害。我在洗手间吐，我都不敢出声，那吐谁能控制得了啊？那有人发现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不过啊，我为了缓解恶心，我现在顿顿吃面条，喝气泡水。我们同事都以为我是西北人。哎，那气泡水喝的，我止不住的打嗝。那今天打嗝有的时候都能吓我自己一跳。辛苦了，媳妇儿，咱们来想办法快点转正。但找完证就不用演得这么辛苦了啊！我现在这不是也在找机会呢吗？坚持就是胜利，前面帮我。清风拂到脸上的感觉，对，有一点点沉思，一点微笑，低头看看自己的宝宝。轻抚肚子的感觉很好，非常好，嗯，幸福。他，嫂子，拍的差不多了，还补什么镜头吗？够了，可以了，那就收工吧。来，恭喜莫林姐杀青！辛苦了，辛苦了大家。哎，我们准备了那个茶水和水果什么的，大家自己去拿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嫂子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程导特意交代你怀孕了别累着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都放着吧，一会儿给他们倒点水。怎么样，感觉还好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当演员还挺辛苦的。哎呦，这拍了不到两三天我都快散架了。这总算折腾完了吧？怎么样啊，能剪出来吗？当然了，可好看了，这回的光也特别好，衬得你皮肤可好了。昨天拍那片子啊，回去就给我老公看了，他说：“就你这姿势啊，不出道可惜了。”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我以前结婚之前呢，我就忙忙这个，弄弄那个，倒生活挺充实的。现在呢，哎呀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干点什么充实自己呢？要不然去瑜伽班干嘛呀？这不人多点热闹吗？我说呢，你这家大业大的，完全可以请个瑜伽教练上家里来呀，干嘛上那儿去？人还多。那没让马总给你个产业让你管管呀？他不让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不怀孕了吗？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又回来了，我就别跟添乱。怎么叫添乱呢？你以前学什么专业的？干嘛？我看看你们家产业跟你有没有什么对口的。我农业学院的，农业，服装表演专业啊。农业学院服装表演专业，就是模特。
现在盛海大屏正在对外谈合作，你跟老马说让你管这个，说不定我俩以后还能合作呢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先让他儿子负责呢，老马怎么可能给我呢？现在是他负责，那要是他负责不好呢？要是你可以给出更好的经营方案呢？你试试呗，吹吹耳旁风，而他儿子就一定能管好啊？也未必吧。那是肯定呀，但是你说这个我也不懂啊，我哪知道这什么方案怎么做呀？你交给我呀，我来帮你弄啊。你这块只要把这个管理权拿下来，营销方面是我的专业，我们公司还是国内头部商务公司呢，肯定可以把这项目做得漂漂亮亮，无可挑剔。行啊，那你做呗，你要做好了回头我跟老马说说。可以呀，但是你以后得支持我啊。那支持你不是小事儿。你好，这是安心女士的花，我给她打过电话了，她说放心来。哦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嗯，给我吧，我给你带进去。辛苦了姚总。嗯哼，没事。Good morning, my lady. 干嘛呢？跟谁谈恋爱了呀？速度这么快还不告诉我？说什么呀？你的花啊？你不刚接了一个送花小哥电话吗？说到花，你这表情的女的不短啊。谁呀？亲爱的心，一束花表达我的心意。 Mike， Mike 好耳熟啊，谁啊？那50万小帅哥。可以安心，别忘了是徐总的儿子。这徐总啊？嗯，你这有点超出我认知范围了，这禁忌是恋啊，姐姐。啊，所以你到我们公司不但是想要当我的竞争对手，还要当我小老板娘。不要取笑我了，行不行？真拿你没办法。你不知道呀，徐总呢跟他儿子关系相处的不好，就拜托我给他儿子找一份工作，这一来二去的，真是服了。你别到处给我宣扬去，听见没有？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我的故事就已经够丰富的了，再被说到来说到去，我还真的只能……那就只能用你的千万家产收购我们了呀！姐姐这么有手段。好了呀，知道了。小帅哥真对你动了邪念了。这国外回来的孩子受的教育可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对于，对吧？对象啊，还有那，观念很开放的。开不开放是他的事了，在我这里不可能。那么确定？嗯，十分确定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那，你还是稍微委婉一点吧，也别太伤人了。人小孩还是挺好的。要不你去？我别，我已婚有孕了啊，不合适不合适。反应还挺快啊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啊，小卡片上不写着了吗？我们不要胡闹好吗？我怎么就胡闹了呢？我做什么了就胡闹了？凭什么陆泽宁那渣男能追你，我就不能啊？他没有追我呀，我们就是师姐弟，工作关系啊。再说了，他为什么是渣男啊？上次我去陆泽宁家，显而易见的，离异带着孩子的情况，一个男的心里想什么，我比你清楚多了。
咱都成年人了，坦诚一点 ，OK？ 好呀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。来，坐。其实我从心里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好孩子。哎，打住！什么叫好孩子啊？前两天我还是你对手呢，现在就孩子了。哦，那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是一个好人。道德绑架我？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凭什么我们约好了吃饭，你要去约陆泽宁呢？凭什么咱俩说好的事儿，你说反悔你就反悔呢？凭什么你想管我的时候呢，你就来管我一下？你要是不想管了，你连个影子你都没有。凭什么陆泽宁能追你，我不能啊？我比他差哪儿了？